中影公司是在今天中午在台北市华研联社公社供桌相案，攻击谢晋元团长和813上海战役的阵亡将士。中影公司总经理梅长林率领了800壮士的导演丁善喜，主要的演员何俊雄、杨群、林青霞等，在供桌前焚香祭拜，悼念为国捐躯的国军先烈。上海童子军在台联谊社同仁杨慧明也率同男女童子军100多人参加了公祭。